最近呢，以街舞为主题的电影受到很多年轻族群的喜爱。不过呢，能够到现场来观赏国际级的街舞表演，才真的是非常有临场感。来看到呢，这回在世界的巡回演出超过了200场的街舞剧唱，这回即将在明年3月来到台湾，要满足台湾的舞迷。来自荷兰的霹雳舞者 JZ Jeeves 和台湾知名 B-Boy 小桃所带领的团队一起尬舞，大秀身手。不同的街舞文化在台湾激荡出许多火花。I'm here in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t's crazy how many people showed up. And in my country, Holland, it's not this big, you know. So for me, it's really amazing. 来让台湾有更多这种就跟与国外 B-Boy 交流这种。机会我觉得真的很难得，那我也希望说以后能越来越多可以有像这样的舞的演出。国内外顶尖舞者难得齐聚一堂交流，都是为了即将于明年3月登场的街舞时代。它是一个去涵花了就是所有舞蹈种类，然后在一个设计良好的舞台跟灯光的音乐之下，然后去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台湾首度引进融合剧场与街舞的演出，看世界知名的16位舞者武力全开，展现团队默契的精彩魅力，就连酒商也相当支持。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可以来让年轻人知道说团队这个合作精神的可贵。这样结合戏剧、音乐、舞蹈和流行元素，国际级的高水准演出将带给观众比看街舞电影还具临场感的全新体验。记者胡志兴、王志仁采访报道。